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今年64岁了，因种种原因总生不起孝心，自己也很懊恼，为什么不能发地藏菩萨的大心呢？是否因不知续命才如此？有这种情形，如果你知道续命的确孝心容易生起啊。如果实在生不起呢，这个安徽庐江汤池的文化中心那一边呢，有时候就打听打听，如果他们办这个像这个幸福人生讲座啊，时间不长，大概4天到5天，你能够去参加一次，也许你的孝心呢就激发出来了啊。